我是打到你们国家去，啊，这是我的家，我一来到楼上，啊，这个房子，是100多年了，原来是日本人，侵略中国的时候开个棉纺厂。 您喜欢这里吗？我就喜欢这里，他一定要搬，我们就不搬，到现在不搬。他这个走法不得那个，你告他，要出钞票，懂吗？不发的，不发的呢？可以啊，要钞票。要钞票哇？可以。那，弄搞弄了办法。啊，那我。 我能去办照的。新的房子肯定是比这里好。就是商店，就是他这个两个四方，蛮大的。他的四方还有楼，还有下铺。你们在上海结婚的？啊，这上海结婚。 那么他父母一辈，他一辈，他儿子一辈，他孙女一辈，都在这里，都在这里，四代人，都在这里。要不是讲亲，就是等你，晓得吧？等你，那我不懂，阿拉也不懂。